地球的形成。这个是地球。这是金库呢，你看看这门这么高。门这么高啊，伊规个都是钢构的，规个拢梯啊的。一体成型。敢那咧拍电影的，这门啊这么高的。所以整个里面都跟它铁箱这样上面，对，就跟你家的冰箱一样，它整个是钢构，是包括楼梯、楼板、隔间，还可以到楼上去。然后你看看这个，对，这么厚，是它是夹层，里面是真空的，所以就算是失火了，它这个是密闭的，没有空气，它整个是真空的，那是真空，就可以隔热了。是。它不然有一些材质，在照相。有些材质它也许你没有直接燃烧，但是你高温的时候它会淬炼。是。那这里存放的话，不是只有黄金的，还有价证券呐、债券呐、文书啊那些东西。所以这边就是保险库了。对。有保险库，因为你保险库有的是这样小小一个，对，保险库有的是大大一个，是啊，这个保险库呢是一间，然后它是一体成型，跟那个我们电影里面看到那个银行保险库一样，一样啊，金库，只是说这个把它开放出来，对，让大家看得到说原来它是钢构钢板，是不是从几年用到开始用的？1933。